好的，主播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涌入了非常多的动漫迷哦，人潮是从馆内直接绵延到了会场外的空地，甚至连捷运站外面呢也是挤满了朝圣的民众。主办方今年呢甚至是邀请到了日本神级 coser 伊之萌来到现场来跟粉丝互动见面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。他有说他一点的时候就会到会场，然后就疯狂刷推特，这样有点亢奋，看到心目中的女神，好感动。台湾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日本のコスプレイヤーの家里萌です。今回は3年ぶりに台湾 FF に遊びに来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めっちゃ楽しいです。我们可以看到伊之萌呢是扮演成了间谍加加酒里面约尔的角色，还亲切的跟我们台湾的观众专属的打声招呼。现场的粉丝呢看到这个情形呢都是非常的兴奋。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